你用黑妹，我用调香。行。不来个鸡也是，爷。行。来鸡也是。但微笑找的特别准，我上次玩街的时候把他没找到。没错。有限制给你爆点，你直接绕，你听到限制爆点绕着他就行了。好。小丑，在四号机那边。嗯，他应该在四号机，我在大红塔。哥们儿地窖。走出哥们儿地窖。我的，我娃放出来了，然后我手修墓地吧。这有人，头部在三连，他去中间了，中间走。我懂了。我修二号机，因为这边三连电机啊。进墓地了，进墓地了。中塔给我，中塔。我杀你，那我双消，那你双消，对你继续双消。我墓地加红塔，那我大将领六到墓地，到墓地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我还行，我撞他吧，他撞东西，他不会带血阵吧？他应该是阵。我帮你撞，你走，就是直接走。我是小门修，哎，没撞掉。没把他推进器撞掉，他没过那个墙。我以为撞晕了。他去打你儿子了，儿子走。这儿，哇，二阶了。他没过这个板子。我感觉他80%是个金身。他要先把你打伤，好像上了个钻，上了个钻，上了个钻。别跑了。就感觉你还是要吃一个，吃不了，我可以救你。我补一下中场吧。能跳你就往里面跳，我给你挡刀。哎，没进去，那我吸他一下。你去，他锤我，他装成一器要锤我。对，装成。你走，你走。或者是你有鸟吗？给我一只鸟。没有，没有。一半，只吸了一半。我感觉我要倒。可以，他没看见我第一时间。你最好把他推进器骗下来，要不然我还真骗不了，骗不下来。嗯，红塔，我操，真有耐心，真有耐心，没办法，真有耐心，就是不够板。还差一台啊！皮皮过来救人，皮皮皮，你修不动的，你不用修，你过来，直接过来，你不要被拦截了。好好好。保个平看一下，那中场艾丽补一下吧。我在修一半，那还差一台完整的呀。墓地修了多少？红塔墓碑主要是被影，主要被影响。不过感觉救不到，这个算了，我直接冲。救得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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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救。外面救下来卡位。救下来扛刀扛刀。扛。哇靠！走吧，带走带走带走。带走带走，墓地要修的。让他挂我，红塔也可以修，红塔也可以修，红塔墓地都挨得很近。我娃跳过来了，他要锤我，他要挂我，不是锤我，我起来就要死了，我不能起来了，还差一点点。
儿子去救那个红毯，那个哎，你过来救我，你过来救我，儿子去救红毯。好。红毯这电机差好多呀。对，让他儿子修吧，不用管了。他要控我了，让他控，那我蹭个猴子。他应该知道你在后边。过来吧，过来吧。他还有闪现。哦，不是，他是金身，不是闪现，说错了。哎呦，这都抽到了。他去打你儿子了。哇，没见了。我看修得完吗？修不完，我操！修不完，修不完啊！我赶紧把艾莉摸起来，赶紧溜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，赶紧的。溜溜溜。你往黄金毯溜，我就在这个附近 ，OK。不要摸他，不要摸他，摸没机会。哎，你往黄金毯溜，你往这边走啊，你那边走，他肯定从那边过来的。他装了个推进器。他抓我，他抓我，他抓我，你了，我死不了，我死不了，你去红毯。你可以断他狙，你可以断他狙。哎呦，哎，慢翻了。你断狙不能跳，跳了要死。你不经常打别人，都是这样吗？那我能偷偷起来吗？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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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起来。他不挂，他不挂，他不挂，他怕我秒救，但是其实我救不了。哎呦，没了。推进器，子嗡嗡的。哇，好多呀！我拿头修。主要你墓地被干扰了，然后刚刚大门儿子也被打了。不然这局可以。他结实捞一手我，别捞，他在附近，推了，他要回。结实，我回去捞一下你。结实，你把断那推进器给吃了。他不打我，那我敢回来吗？完了，没了，他不打你就没了。没喽，没喽，那边平局了。你们飞一个，我就能修开了。血亏，两个儿子，有点血啊！要修完了，要修完了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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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修快修，他没一刀斩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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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机架，手机架，手机架，手机架在哪里？比较不在这儿啊。哎，你在这儿？哎，开不了哦，开，他把放了呀。给我斩！哎，他怎么还可以丢头子的呀？在我面前。哇，还有这种动作的。谁打屠夫啊？我打吧。你们怎么卡了呀？刚他们那个掉线了一个，不想杀他们。放了一堆，放了一堆。靠艾丽了，晋级赛。我也不知道这什么队伍。啊，反正路人是吧？不是路人，不是路人。不是路人。对。那你把名字念一下。火柴、鬼灯、藏月、林 K， 还有梦然。哦，这个我们好打过吧？屠夫是那个谁来着？棺材师。挂了。等一下。鸡哥救人，还要救人位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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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是什么？仙子，好像是。哎呀，为什么没放出来啊？鸟都没教，弹。没了哟，游戏结束了。有人不带怀表的是什么操作啊？你也别想跑呀。刚刚一直都是三成速度，我的妈呀，飞一样的感觉。还来救人了。车在哪儿啊？末站吗？开喽！要搏命？怎么说？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溜了，溜了。OK。哎，很快死了去。哇，艾丽莎的还要快。可以。可以可以，三跑了。基本操作，基本操作。这欣慰的语气。哦，我回到了我熟悉的四颗星。
没有，先回头看一下最近400赢了300，神他妈黑车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晨心、波波、低保和女王，我本来是不认识，忘掉不认识。好像是玩杰克的一个印象。我在。大门右边，我在吊上。小木老头，没翻窗加速了。闪现进洞！哇，这个人好强啊！然后并没有什么卵用。第一次见到空姐跳舞起来给我一枪的。来着，可以卡个双兔丝的，就把他跳起来给我一下。他们赢不了的，三连电击。摸空姐了，坐在这等。我死！试这一下。
没用出去。Q。看对面图是谁？不认识。他传过来手就是，然后手地下室。那我要你不要跑远，你不要跑远，你不要跑远，你不要跑远。我怎么说啊？要在这里摸吗？我就在这附近。你们就在小木屋摸。我靠！你们把小木屋站台给用了。你等他走，你在这儿等他走，你不用把这台用。他走了告诉我俩。我把那个电池划掉。他走了告诉我俩，他走了告诉我俩。嗯，好好好，知道。还在，还在玩手机，他还追我。就站着不动了，站着不动了，你们当心点，他可能要玩手机。他划不死我们。还在。那我们要重开怎么样？梯子有，他要等那个传送 CD。他这电没有多少电。呀，他把我封起来了。再把他打掉，我把他划一下。他走了，你就修那台机。好。我把这个一直能量控制。你们两个互摸一下吧。哇，这么三下两下就把我走了，走了。你摸多少？到这电机差多少？三分之一。你强摸吧，过去强摸。他这台没有多少电，我换个位置。说完了，贴门吧，去用小木屋的门，小木屋的站台，强开吗？开呀、啊，开呀、啊，他要死了！哎呦，我没看到你死，你强的，他上次死了，你还不开、啊？没看到他倒，我看他起来了呀，刚刚，没注意，突然封锁了一下。你直接往小门走，直接往小门走，嘿。往小门走。我知道。跑快点哦，不然被封死喽。没好事，他没一刀斩，你走吧。他能开吗？我开不了。开不了，那就你开大门。大门。他用肉身去锁小门，然后滑大门，应该是这样。我要先玩他那个机器，不然开不了大门。还在滑、啊，不看老头屁股，看他屁股。对不起，你跟你大门能开吗？没有，刚到。哎，能钻上去。他们开一半，他滑我。你站台没用吗？没用，他刚手站台那个滑墙了。你要先用站台再开门，知道吧？
他滑铲贴不了那个。用先用转盘。他应该没人了。一看你就走。哎，不行。他总有空隙，继续用啊，用站台。哎，他没看你了。再看，再看。就是空隙，找空隙，懂吧？但是每次要重新那个控制那个电机。对，然后又看你又走，然后又回去控，找空隙。他看你就走，又走。那就卡住了。然后又回去用啊，然后他看你又走就行了。应该没电了。你不要怕，对吧？你就找空隙。秀死他，就这种走位，好，你就秀死他，你就走。哎呦，然后被卡住了，脱离卡点。哎，就走了，活了。应该没电了吧？你去开门。开门，开门，他没电了。他是滑不动。哇，传送了。刚玩完，传送好了。我操！要不切死，快进医院，强行进去，进不了，你让他划你一下，强行进，不然你就死了，划一下早没了，就剩一下划的那个血量，我说你低一下，强行让他划，低下也进不去吧，他直接封的那个去医院的路，就吃他这一划，然后进医院，好，我吃饭去了。你们玩吧，行，换装进吧，我留了，吃饭了，好，拜拜。我来，我想来了，来快活呀！新的装丁，哎，他们 ITC 不打了吗？应该是吧。下一位装丁来了，来锤锤锤锤锤。我看我们是意大利装甲车还是黑车？自行车。法拉利。是不是不秒牌了？是不是不秒牌？不会吧，等一会儿就该有了。为啥那个五牌几阶了呀都？啊？你那个五牌几阶了呀？是不是段位差太多了？4阶3。你不多。还好。关键是，我就是排不到人。我吃饭排位也是排不到人。五牌也排不到人。怎么就不给排到人？反正。就我们两个队，我感觉我一来你们就排不到人了。不会。那个出两把真的排到了，我可以那个拉分，差不多。对，我只有3节多，我这个。
皮皮饭吃了，又不吃饭。嗯，我吃了呀，我边打边吃完了。这么牛皮啊？嗯，边打边吃。嗯，对啊，排队时间这么长。他是不是到六点就没了呀？差不多，好像是吧。六点吗？不是七点吗？我们可以打个两班车，差不多。嗯。来了来了、哎、来了，来车了。在哪个车？你们知道不？问一下那个皮皮人，看皮皮。好的好的好的。谁啊？经验宝宝吗？啊、经验宝宝吗？路人队路人队。哎，你玩什么？哎你。我都行。嗯，拿个解释啊，不用限制。嗯，我没有解释，看你们的。用解释容易被锤，不如六龟。那我来解释，你来前锋。哦、算了，我来前锋。来来来，都行暂时。拿个先知，对。哎，那个野猪好不好玩？好玩啊！你可以拱他呀。拱他这不是就挨刀了吗？不好玩吗？你不是问好不好玩吗？哦。小木没电机。啊，小木有电机。杰克，杰克，在废墟小木屋。你在小木后头躲着，躲着，小脚印。够了。问题他不是。他会来的，会来的。杰克啊。插了个眼，他带插眼了表。先看有没有三连，我这。他追我，别慌，我先带走，你先苟一会儿。先走。空雷刀无人，你们那边两人修。他回小木屋了，好像。被他回来了，疯狂的收集。他是最先知，往医院跑。哎呦，鸟嘞，瘫了瘫了。我才快吃完了。威瑟刚刚收哪台？我是补一下。我没收，没收是吧？那个雕像有电池吗？看雕像，我被打了一刀。雕像有电池，马上起来了。那我再来撞一波。你还有鸟是吧？有。被挂了。别慌，等他追我。溜了 ，OK， 帅呀！我得找人摸，你们在哪？我在雕像，雕像，你往前走。Okay. 他的眼是不是也没怎么差啊？你去迷宫修，我修这个，等会来补。去医院怎么开始？去迷宫啊，迷宫那边小木屋，那边没电机了。小木屋是吧？嗯，迷宫，废墟有台。好。我要死了，我倒在。安妮。安妮在哪？你娃娃有一台电机吧？你娃娃，我在医院。安妮来补一下。一楼是遗产，一楼是遗产，一楼是。那你补一楼，你补一楼，补一楼。马字儿，马字儿。
鸟，我等会儿给田崩啊。这事没开是吧？这事还没开，你们一会儿要补。行，我去补。他不还有个儿子吗？你儿子能补一楼还是补哪里？我儿子在修梯子，但他要打我。他不修多了吗？多修了。雕像补吧，去雕像补。嗯，我这俩马上开了。OK。我卡个半就一步。艾丽去雕像吗？我在。雕像一大半，你娃娃把他舞蹈给搞了，对 ，OK。那、啊、这个鸟不用交了，嗯，是我的。那我鸟留了过年了。鸟留着打开门占用。打四炮呀！我这边吃完了。艾丽差多少？马上。那我贴门去了。你把儿子拉去贴门。压了、啊。对对对。我贴小门。OK OK， 贴小门，你呢？你往医院那边带，往大门带。我在楼里。等会儿还可以给他个鸟，啊，你绕一圈往小门跑。能开吗？开了，直接开了。那、哦、我开了。快点给他个鸟，问他什么时候要。啊，我们来要。没给上。他还有个儿子在我这里。我是二瓜。八卦大门了。我摇了个骰子，感觉这把是双跑啊！再摇一下，不对啊！哎，怎么又是双跑？你都能感觉出来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三跑吗？他又没传送。哎，怎么又是双跑？那要不你去救个人？哎，救人就双跑了呀！三跑了啊，走了。那你娃娃自救一波？能给娃娃鸟吗？走喽。还在皮皮呢。这线圈圈的是你哥。哎，他杀几个？他没打完啊，我就出来了。嗯，差俩。我保平了。不贪了，我就守着他了。哎呀，我。什么叫我带飞？他们玩屠夫的都会玩人，又不是不会玩。人力简单。闪风喽！哇，十二分，这么爽！啊，赢一把不是十二分吗？哦，五连胜。你连胜加分，哦，末班车，反正搞把路人，再吃他们波分，北极鸡，来，冲冲冲，炸鱼车举报了，这样的你和，还是他们呀，还是好像，还是他们吗？不是，是，你们打一周，啊，可以，哦，那个队，哪个队？就那个宇宙，那个杰克，啊，你们修电机，我们修电机上马上多修了，多修了半台吧，对，一楼一铲机那个，他梯子那边娃在看。我在雕塔，去把他睡一觉去。小木屋，好像有三连哎。他可能在那个医院里头。你们杰克，小木屋了，就我来了。张狂一刀，张狂都知道了吗？哇，这么自信，哭啊！虎背熊腰的。传送啊！
医院里面没人修，医院里面留着吧。他进医院六层。你介之现在就修，把儿子一藏，本体。他去二楼了。他要追你再说。没插刀。交两。我在修废墟和小木。哎，你还有鸟吧？有。C 出第二只吗？对，第二只。但中间有 CD 吧？右上那个收多少？我补一下。他过来找你了。我看了，看了。他走了。要签了，要签了，要签了，签了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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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能撞。哇、哦，精神！撞椅子哎！直接秒救啊！还行，你翻绑架是要翻窗走。没加速哎，没加速，我再撞一手。走走，继续走。我救不到你了。有污人啊！大波我不救了，这是带文明了吗？没有，没的。还有两只，还有一只鸟。那我保他吧，你们俩修。哎，你不行，往外跳。死不了，我马上都，我还是吸鸟呢。好的。医院里面没收是吧？我去医院修。我三年有啊。三年两台修掉了。这边还有三年，我这边还有。没有。我去。那边确实在搞一台啊，不要搞多了。我这边快烧了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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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我本体救人是吧？对，你卡住救，然后一会儿我们俩给他打团。娃娃那边那台先开啊，他挂在大门口的，大门口那边赶紧贴过来。关锁电梯。修修修，不用怕不用怕，我怕炸机。在这儿拦着我，走走走，我来了。哎呦，救不到了！别慌，等我，等我，别慌，别慌救，别慌，等我。差一点，我来来来，救救救！打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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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了！你那还在哪里、啊？那要快收，快收，你们俩快收，我要保他了，心真快好了。我俩卡板子，压好，我俩卡板子，我俩就卡。我这边还有四分之一。开的时候说一声，开的时候说一声，告诉我。我这要开掉了，开吧，不慌，开吧，不慌，我这边开了。哎呀，你们那边开压一台啊 ？OK， 走走走走。我去贴。他金身，金身，开大门，开大门。哎你，哎你带带废墟去。对，应该是这上面大门。往后门贴贴了。啊，那我去大门，我大。直接走就行了，怕金身。你们怎么压两台啊？对，他那台最后压着的。支教好像就在那里啊，哎你，好像就在刚才那里。后门也开了。这边还差一半了。他金身他没办法。刷分车。溜了。还能蹭一波车，还有四分钟。他那边应该没问题，他打完了吗？啊，没打完。救不下来。哇，这个人五层，好吓人。
东西快扯了。哎，没扯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这边挂死要时间，只有直接船让他们投。这先是牵制我们的末班车，变相掉了13分。应该还来得及，应该1分钟之内能解决他。但是不一定排得到呀。好烦这个人，我把手死然后投降，投降提想投降，把手死然后就投降，但是还要救我天。好顽强啊，要不打个正手，打个旺仔。抬不到了，放弃了，还搏命，哎呦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算了，把这一分稳住，啊，把这10分稳住，这10分还在锅里，还没到碗里呢。我卡住了，59了，我要把先知杀了还行，别着急，让他跑了。反正都没末班车了，全部都杀了算了。对，了有道理的。又点了，全部杀掉，生气了。还输开了。给他来个减刑，含泪厮杀。还厄运，哎，末班车没了，减轻他，减轻。哎，他这个应该是直接飞的吧？溜溜球，没车喽。闪风喽，哇，舒服啊！这2把一个星，2把一颗星。哎，晚上我没队伍，我来蹭车，啊，可以。休息休息，拜拜拜拜，各位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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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